们来到了著名的谷地图长廊。那其实欧洲的冬天非常的冷，为了要维持就是室内的保暖跟美观，欧洲贵族会定制几乎跟墙壁一模一样的挂毯。另外，地图式的天花板也很值得一看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了拉斐尔的画室。那君士坦丁他带领着基督徒大战异教徒的场景非常的震撼，色彩柔和、构图鲜明的雅典学院和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，还有位在就是米兰的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，都可以在这边看到。那这边被称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的三项作品。那很可惜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拍摄到米开朗基罗所绘制的作品，因为那边不允许拍照。那最后我们来到了旋转楼梯，它也是梵蒂冈必看的景点。那大家都是绕着这个楼梯走出就是整个艺术殿堂。那楼梯虽然是双向的，不管你就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都不会有所交汇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登顶，我们就是一共爬了320个阶梯登上圣彼得堡教堂。那当然为了就体验就是超棒的美景，就是一切其实都非常值得，即使脚真的是酸到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登上最受欢迎的场景，那同时它也是拍摄2012这部电影的知名的地标，然后它算是就是整个梵蒂冈的制高点。那我们在上面可以俯瞰就是整个城市的景色。接下来隔天我们就要搭乘伊塔罗法拉利列车前往拿波里拉。那其实他的车子算是蛮新的，而且车里面还有无线网路。说真的，跟国铁相比的话，同样的价钱但比较好的规格，我觉得搭乘就是这样的交通工具真的非常的好。我们到了拿波里就直冲就是已经有150年历史的披萨老店，那他同时也是享受把一个人的旅行的电影场景。那店才刚刚开门的时候就已经涌入超多的游客。然后披萨的口味总共有四种，分别是玛格丽特还有番茄的酱汁的口味。那我个人的觉得是玛格丽特的口味比较好吃。那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其实点一个就够了，除非你真的饿到不行。
准备去搭乘山坡缆车前往圣艾尔莫堡。那边可以看到整个拿波里市区的景色，同时也可以看到威苏威火山。那走在拿波里的街道，其实可以发现这边比罗马来的更脏乱一点，但建筑的风格跟房屋的整体风格感觉是比较 local 一点的。那圣艾莫堡是古代意大利南部的要塞，我们可以从最高的角度看到整个拿波里市还有整个海湾，另外在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看到完整的威苏威火山。那另外这边的夜景也是非常棒，个人觉得这里是欣赏拿波里夜景还有整个市区景色的最佳位置。我们现在抵达了庞贝古城，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游客真的非常的多，那它距离威苏威火山只有10公里，真的很近，但在庞贝北方的古城又距离火山更近一点。那座小城市是第一个被火山灰埋葬的城市，之后才轮到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庞贝。另外庞贝真的很宽阔，建议参观时间可以安排5到6个小时。那来庞贝一定要一直拿着园区的地图，不然会很容易就迷路了。房屋看起来真的都长得很像，很多房子你没走进去根本看不出来就是到底有没有走过。很难想象一座沉睡了2000年的城市，在火山喷发的那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参照什么 bankroll？